主呀，我们所有的慕道朋友们还有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感谢神在今天晚上的程序，想必在这里简单来跟各位做个介绍待会有小弟来主持唱诗跟前面的牧亲祷告，之后由我们太麻里华园的二胡班来献奏两首赞美诗，最后呢由我们总会台湾总会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所差派的严仁生传道在这里为我们正道，为我们主讲耶稣所赐的平安。之后呢，我们会请石川诗班在我们前面来为大家献唱两首诗歌。之后就由我们是三仙教会成功小区的五成文长老来为我们带最后的施受跟祈求灵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有这个布道会的一个议程那在开始布道会之前，请大家低头闭目，一起来同心默祷。好的，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布道诗歌聚会，我们一起唱赞美诗70首，七早秀赞美诗七早秀。
真神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起来闭目低头，双手合上，向天上的神献上我们对他的祷告，我们请低头的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慈悲的天父，感谢你的带领跟赏赐，让我们所有的督导朋友们在今天晚上借着耶稣基督你所赏赐美好的天气，在今晚来到太麻里教会的会堂，跟我们太麻里华语教会以及石川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享受今晚恩典的夜晚。感谢耶稣基督，因为借着耶稣基督你能够为我们带来生命的活泉，借着你圣灵亲自的浇灌，使使徒时代的基督徒能够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你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也永远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因此在昨天晚上借着传道者的勉励当中，我们知道神你留下你的足迹你的脚印，在这一处教会里面有圣灵同在，证实真神跟我们常在，让我们时时体会耶稣基督你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的一个感受跟体验。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这里能够静静的聆听耶稣基督你所要赐下的福音，这个福音本带着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为在经上说你要相信神，平安跟福气就必临到你。因此我们也深信在今天晚上借着传道人的阐述，使我们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相当的美满跟幸福，也借着耶稣基督你愿意为我们世人来舍命，钉在十字架流出宝血为我们的牺牲，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得救的盼望。这个得救的盼望使我们的生命不论是今时或是以后未来都有一个活泼美好的盼望，让我们的生命永久有耶稣基督你的平安。因此求神圣灵感动亲自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也能够心被恩感。求神来带领，让我们从感谢的声音当中，感谢的这些乐器的演奏跟诗歌的颂赞里面能够蒙你的悦纳，来赐福给我们所有的人。也愿荣耀颂赞权柄尊贵都归到天父真神，从今直到永远。阿门。请坐。再来对我们太麻里华园的二胡诗班来为大家献奏。
稣圣名，这样做见证，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主主耶稣圣名帮助，求主耶稣的圣名帮助，当三个月的主君，让我们可以互相得到造就。主主耶稣稳定平安，也求主耶稣的恩典和平安，让临到咱每一个家庭，可以临到我们每一位的家庭。今晚要跟咱各位来学习的，今天晚上要和各位来学习的，从主耶稣所要赐的平安，是主耶稣所要赐的平安。咱先来看圣经，我们今天先来看圣经。圣经主耶稣所讲的话，圣经上主耶稣所说的话，以约翰福音十六章的所在，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地方，是153页。在153页，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约翰福音十六章33节，主耶稣讲，耶稣说，我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叫恁在我内面有平安，在世上恁有苦难，但恁可以放心，我已经赢了世界。主耶稣直接讲，在耶稣内底有平安啦。耶稣在这里说，在耶稣里面有平安。但这个世间有苦难啦。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耶稣会当赐我们平安啦。但是主耶稣他会赐给我们平安。咱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主耶稣讲安尼讲。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这里主耶稣又这样子说。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约翰福音十四章27节。27节。我留着平安予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予恁。我所赐的，无亲像世间人所赐的。恁心内毋通忧愁，嘛毋通惊惊。主耶稣讲留着平安予门徒。在这里，耶稣说他留下平安给门徒。主耶稣讲，我要将我的平安赐予恁。主耶稣说，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主耶稣要将你的平安赐予咱。所以耶稣他要将他的平安来赐给我们。主耶稣要赐予咱什么款的平安？耶稣他要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平安？第一项的平安。第一样的平安是身体平安。就是我们身体的平安。因为这个圣经里面因为在圣经上以前先知有预言以前的先知他有预言，预言主耶稣来到世间预言主耶稣来到世上，主耶稣来到世间他要做什么呢？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要做什么？其中的一项其中有一项代替我们的软弱就是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病，要担当我们的病痛。我们看马太福音，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八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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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17节，马太福音八章17节，马太福音第八章17节，马太福音八章17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讲，伊代替咱的软弱，担当咱的疾病。古代先知有讲到主耶稣，伊要代替咱的软弱。在古代的先知，他有说到主耶稣要代替我们的软弱。伊在世间要担当咱的疾病。他来到世上要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主耶稣在世间的时阵呢？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伊医病赶鬼。他就医病赶鬼。所以你这14节了。在14节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第八章14节。马太福音8章14节。在我耶稣到彼得的厝内，看到彼得的丈母。有这个疾病倒嘞，我站耶稣就把伊的手一个摸，伊的叫做地，伊就起来服侍耶稣16节。到了暗时，有人带真侪叫鬼附着的来到耶稣的脚前，伊只用一句话就把鬼拢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主耶稣来世间的时阵，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去彼得家，他来到彼得的家里，彼得的丈母。有这个疾病啦，发烧啦。彼得的岳母他染了这个热病，就是这个强中中啊，倒嘞啊。热的非常的严重，躺在床上。主要说，一个摸啊。耶稣就将他身体摸，伊个热就退去啊。他的热就一水透起来服侍耶稣。马上就全力来服侍耶稣。到暗时的时阵啊。到了晚上的时候。然后传到叫鬼附着的。就有人带着被鬼附着的人。来到耶稣呀！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该用一句话呢？耶稣就用了一句话而已。鬼拢赶出去啊！就把这个鬼就赶出去了。把有病拢来医啊好！把这个生病的都把它医治好了。所以就讲，这就是先知预言耶稣。这个就是先知有预言耶稣。伊来世间。
啊，他来到世上来替咱的暖流啊，他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咱的疾病，他要担当我们的疾病。所以对他看起来，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啊，所以从这里看来，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哦，是这个第一行是身体的平安啊，第一点就是给我们身体的平安。所以主耶稣蛮关心咱的身体哦，啊，所以主耶稣他也会关心我们的身体哦，因为医治咱的病痛啊，他会医治我们的病痛哦，这是第一行的平安啊，这个就是第一点的平安啊。民国七十一年，在民国七十一年，哦，我甲南太玛里的这个火光会团的，我和我们太玛里的一个许光辉传道，哦，李准哦，新学生啊，啊，在那个时候他是神学生，哦，民国七十一年的时候。伊要信了先，在民国七十一年，他在念神学院。哦，阿姨可以点点破处的双城啊，他来到这个土主的地方，你要实习嘛？啊，他在那边啊实习。哦，阿我都要放假。啊，那个时候我刚好放假，我去找，我就到那个地方。哦，我带你来找我的亲戚。我带你啊来找我的亲戚。哦，啊，我就带伊去到我阿阿妈，我阿公阿妈的厝，外公外妈的厝。啊，我就带他到我的啊外祖父、外祖母的家里。哦，啊，我带这个矿工一团都去的时阵，我带起矿工传到去的时候，哦，我那姑看到我，啊，我的舅舅他看到我，哎、欸，我叫，啊，他叫我过来，啊，我就去，啊，我就过去了。你跟我讲，啊，他就告诉我，讲你阿妈，他说啊，你的外祖母，这边一定会死。啊，这一次一定会死。哦，恭喜了嘛！我说啊，为什么？讲已经配血哦，配白血了。啊，说他已经吐血啊，吐了八天了。拢未灵。啊，都没有办法。啊，去庙里抽签。啊，他到庙里来抽签。哦，讲无贵人通来救啊。啊，说没有贵人可以救他。送去大病院。啊，送到大医院。照照嘞。啊，这个照 X 光。讲这肺部的血筋啊。有断去啊！说这个肺部的这个血管有断了。在民国七十一年，在民国七十一年哦，我阿妈已经七十四岁了。那个时候，我祖母已经七十四岁，医生唔敢甲治疗，敢甲开刀啊！这个医生已经不敢跟他治疗和开刀。尤其我阿妈七十四岁，三米八。那个时候，我祖母七十四岁，她人非常的瘦小哦，还存医学个个还未进步啊！在那个时候，医学不进步，所以就搞我的姑姑啊，他就告诉我舅舅，这不法躲医啊啊！这个病已经没办法医治了哦，啊，你个上等单死啊！你把他送回去啊，在家里等死啊！所以我阿妈都在大病院上等的，伊厝里比较单死啊！所以我外祖母刚好从医院送回来，家里在那边等死。我的姑家有哈。我的啊舅舅他很有法度医啊，伊绝对会甲医啊。如果有办法医治的话，他就会医治他啊。伊就真正无法度医啊。啊，是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医治。哦，爱甲我讲啊，他就告诉我啊，你阿妈吼，诶，这个老嫁妆啊，啊，你外祖母她的老嫁妆，死去要穿的衫啊，她死后要所穿的衣服，我拢在准备伫门前头，我已经准备在床头。所以即卖就是讲，等你死去，人家要甲穿啊。啊，现在就是准备啊，她要死了之后啊，把她穿上。啊，我就入去啊，我就进去看。你跟我阿妈讲，我就告诉我，我阿妈倒伫遐，我的啊外祖母躺在那边。我讲阿妈，我说啊外祖母，来啊，耶稣甲你救。啊，让耶稣来救你！哦，伊讲吼，伊讲耶稣敢要爱我？啊，他就说啊，这个耶稣要爱我吗？我已经病啊要死啊呢！我已经啊病得要死了。啊，我真老啊呢！我年纪这么大，我也无啥物钱呢，我又没有什么钱。啊，耶稣敢要爱我？啊，耶稣他会爱我吗？咱台语是讲敢要治我？啊，这台语说啊，他是要爱我吗？嗯，要我啊！我讲吼，耶稣是天顶的神。我说啊，这个耶稣他是天上的神，咱是天顶神的囝，我们是天上神的儿子。哦，老爸拢嘛疼可怜囝，啊，这个父亲都疼爱可怜的儿子。哦，所以天顶的神，天爸，伊就会疼可怜囝。啊，天上的神他是天父，他会可怜儿子。哦，虽然你这么做可怜呢。啊，虽然你现在很可怜。哦，但是天爸要疼可怜的囝。天父他要疼爱可怜的儿子。我跟他讲讲。啊，我说了之后，我阿妈就无讲话。我的外祖母，我等伊弯刀，
我回到我家里，我妈妈就跟我讲，哦，母亲就告诉我，哎、欸，你那姑家电话来哦，啊，你的舅舅打电话过来，你那妈咪信你啊说，啊，说你的啊外祖母他要信耶稣，你怎啊讲叫你的厝啊规个要信这，去啊祈祷哦，啊，要叫你啊带几个信徒去那边祷告，我还联络个几个厝啊。传咱信教啊，这书啊，大家都来祈祷啊，我就赶快联络啊，联络这个执事啊，信徒就赶快来祷告。啊，去讲道理给听啊，就去啊，讲道理给他听。讲人死去啊，说人死了之后，没等来啊，啊就没有办法回来。哦，那等个世界大了呢？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这一天公嘛的，再给咱救后卡。啊，他的祖先就会来。那你到我公嘛去给救后卡？我们家的这个祖先会来。公嘛不也八代了？啊，这个祖先好几百代。啊，大家来等来啊，大家。从世界大乱了啊！大家都回来的话，那世界就大乱。所以这公嘛，你等啊！所以这个祖先他是不会回来的。哦，神修等的啊！这个神已经把他收回了。哦，我们公公怎么还没记得？啊，这个讲完之后说啊，这个大家来祷告。还没记得神啊？而且祷告的时候，我们慢讲。哦，啊，外祖母就说：“我未行呢。”啊，我没有办法行走。我已经病到未行啊！我已经病得啊，这个没有办法走了。啊，你们祈祷要求耶稣，我会行，我唔叫我到咱姐姐来教门。啊，你们要祷告的话，就求耶稣啊，让我可以走的话，我可以到教会。很好，大家帮助我阿妈祈祷。啊，这样大家就帮助我外祖母来祷告。我问阿公，你嘛爱祈祷？啊，我就告诉说啊，这个外祖母啊，你要一起祷告，帮助阿妈祈祷。你要帮助这个外祖母祷告。祷告啊，这个祷告很简单。第一句啊，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祈祷。啊，这个奉主耶稣圣名祷告。过来继续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继续在啊一直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阿公也要呗。我说啊，这个祖父啊，你会不会？哎呀哎呀，他说我会的。哦，那做几个？啊，就大家一起祷告。几个量？啊，这祷告之后，哦，我们就走，我们就啊离开了。你几多无十分钟啊？我记得是祷告不到十分钟，我们就走，我们就离开了。我阿妈要告诉。腰出腰啊！这个外祖母就觉得这个肚子很饿，因为八天来拢吃不住啊，因为他八天以来都没有一直吐下来，痛坏啊，一直吐血。哎，体重量那么重要啊！就感冒之后呢，觉得肚子饿了，那个嘴巴问了空啊，就找不到我的外祖父。哇，干嘛讲不得啊？觉得自己有力量，没祖母啊，啊，就自己去煮稀饭，我就煮出来哦，变人的吃啊，就赶快煮一煮自己来吃。问了空等，我这个外祖父回来。什么人煮我的酱？啊，这个是谁煮给你吃的？哦，几多量不够，轻腰够大啦，会惊咯。我打包之后，这肚子饿了，而且有力量了。哦，我跟你煮来的酱，我就自己煮来吃了。我老公，啊，那我马上跟你来信耶稣。哦，我这个外祖就说，这样我要和你一起来信耶稣。哦，那从两个哦，拜啦，哎，过去坐公车也来教会啊。啊，最后就两个人在安息日就可以去坐公车来到教会。哦，啊，所以耶稣，耶稣就是咱。天顶的神呢？啊，耶稣是我们天上的神。那是天顶神的子呢？我们是天上神的儿子。哦，伊嘛要赐我咱身体平安哦。啊，他要是给我们身体的平安。哇，结果，安尼，勇健阁活十五天。啊，结果后来就非常的健壮啊，再活了十五年。哦，活到八十九岁。啊，他活到八十九岁。哎，有一日，有一天，哦，我那姑家电话来，啊，我的舅舅打电话给我那妈妈，啊，他就打电话给妈妈，哦，讲哦，哎，我那妈哦，那是有派咧作弄啊，啊，这个外祖母好像有这个恶者哦，在捉弄他，有魔鬼做工啊，啊，有魔鬼在做工，啊，我那我妈妈就甲我讲，啊，我这个妈妈就告诉我，你阿妈哦，即马伫病院啊！啊，所以你的外祖母现在在医院里面。有魔鬼做工啊！你去甲看卖咧。而且有魔鬼做工，你赶快去看看。啊，我车开了去啊！啊，去开车就。啊，电动的欢乐咧！啊，在路上就觉得。哎，魔鬼做工足真强的咧！啊，这个魔鬼做工有很多方式。有魔鬼做工会怕人咧！啊，有的魔鬼做工他是会打人的。哦，有耶，魔鬼做工是会跳楼啊咧！啊，有的魔鬼做工就会想跳楼。哦，那魔鬼做工。做这种啊，这个魔鬼的工作有很多。我阿妈魔鬼做工，我想说我的啊外祖母魔鬼啊做工，啊、我今晚来唔知咩安怎，我现在过去要怎么办？啊、我就求耶稣，我就向耶稣求。我那姑家电话，我妈妈啊，我的舅舅打电话给我妈妈，妈妈又打电话给我，啊，我妈妈又打电话给我，我叫我的朋友啊，现在换我在烦恼。我讲呢，哦，有办法吗？我无法度，我来去打电话耶稣。啊，我没有办法的话，我就打电话给耶稣。所以我拿回家了，奉主耶稣圣名祈祷。啊，你遐怎耶稣，我当作你打电话耶稣。啊，我就边开车边啊边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我起码在那病院，我那妈公魔鬼做工。我现在要到医院啊，这个啊，我是魔鬼做工。我求你帮助，我要赶快去帮助他。哦，结果，结果，哎，
伊倒了袂惊嘞。啊，但我做就不会害怕。有一个想法咯、啊，就有一个想法，我靠耶稣来甲魔鬼征战，我要靠耶稣和魔鬼来征战。伊靠耶稣甲魔鬼征战，战到落尾。啊，靠耶稣啊和魔鬼征战，他战到最后，一定耶稣赢。啊，一定是啊，耶稣他会胜。所以我唔免惊。啊，所以我不会惧怕。反正我靠耶稣来甲伊战。啊，反正我要靠耶稣和他征战。无论战偌久。啊，不论是要啊这个征战多久。靠耶稣一定战赢。啊，靠耶稣来征战一定是会战赢。我放心吗？啊，我就放心了。耶稣哪能怎样？啊，去的时候才知道。哦，耶魔鬼做工哦。啊，他的魔鬼的工作，已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啊！他已经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了。连续对早夜时讲到夜梦时，这个连续从早上一直讲到这个晚上。哦，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讲话哦。啊，他们是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讲话。哦，拢讲无停哦。啊，他们讲话啊没有间断。真的，拢讲无停。啊，整个晚上都没有间断。我规日拢讲讲无停。啊，整天都没有间断。24点钟。啊，一直拢无咧睡。24个钟头都没有在睡觉。拢做无用，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啊，他非常的忙碌，都是一直在讲话。哦，我就，我安尼哦。我看一看，就这样子。我就搞那广告，我就告诉我舅舅，你去休息，我来看。啊，你去旁边休息，我来照顾。我就伫那边，我就坐在旁边。因为拢将赶出病房啦。啊，因为都被赶出。因为房差对面，大家拢赶赶出来。啊，因为他吵人家啊，吵了整夜，所以出来是电梯边的护士站的边啊。啊，就推到这个电梯旁的护理站的旁边。哦，啊，底下一讲一讲啊，到底下一讲。啊，他躺在那边啊，一直在讲话。已经讲24点钟，佫继续一直讲。啊，他已经讲了24个小时的话，一直在讲。看到的，伊所拄到拢甲咱无同款。啊，他所看到、所遇到的，都和我们不一样。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他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啊，我伫边啊，我在旁边。我用条椅啊，坐伫边啊。我就拿一个凳子坐在旁边。伊就讲一句，然后讲一句话。奉耶稣名赶鬼。我就奉耶稣的名来赶鬼。又讲一句。啊，他在说一句话。奉耶稣名赶鬼。我在说奉耶稣的名来赶鬼。我就靠耶稣盖。我就靠耶稣来跟他们说，因为耶稣他有说，新的人有新的啊，因为新的人就有神迹。用耶稣的名赶鬼啊，可以奉耶稣的名。这耶稣讲的啊，这个是耶稣说的。哦，啊，所以嘛，伊啊讲一句奉耶稣的名赶鬼。啊，所以他说一句话，用奉耶稣的名来赶鬼。又讲一句奉耶稣的名赶鬼。他再说一句话的话，用奉耶稣的名来赶鬼。哦，真正这鬼也点睛啊！啊，真的和他征战了好几个钟头。哦，最后拢昏。啊，到最后啊，他就睡着了。哦，昏我嘛，记得。啊，他睡着了，赶快来休息。醒过来时，啊，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倒转来到咱的世界。啊，他已经回到我们的世界了。哦，那魔鬼归了。啊，他的魔鬼已经离开了。哦，所以主耶稣啊，伊来这个世界。啊，所以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哦，圣经有预言啊。啊，圣经上有预言。伊要代替咱的软弱。啊，他要代担当我们的。要担当咱的疾病。啊，要担当我们的疾病。我当时在想呢。哦哟，啊，当时候。哦，我阿妈这个病啊。我祖母这样的病。哦，那边用医生为医啊。啊，如果要叫医生来医治。哦，像这种，要给咱包一家好，唔知几十万呢。啊，如果要把我们医好的话，不晓得要打多少钱。感谢主，感谢主。哦，啊、主耶稣，我们得到平安。耶稣让他得到平安。啊，这是主耶稣要赐我那个身体平安。啊，这个是主耶稣他要赐给我们身体上的平安。主耶稣第二项要赐我那个平安。啊，主耶稣第二样要赐给我们的平安。就是那个心灵的平安。啊，就是要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那个心灵平安快乐重要点。我们的心灵可以平安快乐是很重要的。哦，身体嘛用。啊，这个身体会健壮。啊，那个。心灵啊，无平安啊！我们心灵若不平安，哦，比破病更艰苦啊，会比生病还痛苦。那话圣经箴言上讲啊，在圣经箴言上这样说：箴言十八章十四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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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节七百八十二页啊，782页，箴言十八章十四节，箴言十八章十四节，人有一病，心会当忍耐，心灵忧伤。什么人有法度升登呢？哦，有人破病哦，还可以忍耐一下哦。啊，人生病了还可以忍耐，但是心灵忧伤啊，但是心灵上的忧伤，心灵忧伤，什么人有法度升登呢？啊，心灵忧伤的话，啊，这个谁能担当呢？啊，比破病更艰苦啊，这个比生病还痛苦。所以有些人啊，会去自杀，就是心灵忧伤啊。所以有人他会自杀，就是因为他心灵上的忧伤。
我嘛着比死较艰苦。啊，他活着比死还痛苦。所以这心灵忧伤是很痛苦的。啊，所以心灵忧伤是非常的痛苦。啊，另外一种就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另外一点就是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魂不孤单。啊，忧伤的灵死骨头不干。所以咱喜乐的心就是咱就吃点好药嘛。啊，所以我们喜乐的心就好像吃到这个好的药。你若整个忧伤。啊，你每天都在忧伤。我那个骨头孤单去。骨头就会孤单。那个身体真容易败去。啊，这个身体就啊坏掉了。所以这个心灵吼会平安啊。所以心灵上的平安。心灵啊。诶，这个健康啊！啊，这个心灵的健康，心灵的快乐啊！啊，心灵的快乐，哦，这真要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啊，主耶稣伊嘛要赐我咱心灵的平安啊！主耶稣他要是给我们心灵的平安哦。那你看圣经，你看圣经，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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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讲。你若落苦担重担的人，是等到我这来，我就予恁得着安息。主耶稣讲，你有落苦担担，主耶稣说你有劳苦啊，有重担，你当然找主耶稣啊，你就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要给你担的，啊，主耶稣要担当你的重担，得着安息啊，可以让你得到安息。哦，啊，这呢，不是干的肉体，不是干的肉体担哦，啊，这个不单是啊，这个肉体的担子，哦，心灵的担，啊，这个心灵的担子。所以呢，心灵担子啊，哇。真痛苦啊！有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痛苦哦啊，就那就石头跌掉来做担呢，好像一块大石啊压在身上一样很重，哦、心都没开啊！啊，这个心里都没有办法开，都没快乐 啊，都不会快乐哦啊！心关了石头跌掉了啊！这个心上的大石头啊压住哦，这嘛是种劳苦的担担啊，这样啊也是一个劳苦的重担哦啊，咱。以我的中华的所在啊，在这个彰化的地方，我那时候在传福音嘛，我在那个时候在那边传福音，哦，也差不多十一年前，啊，差不多十二年前，哦，那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哎，有一个老师啊，啊，那里有一个老师，哎，一来教会，啊，他来到教会，哦。啊，这老师啊，以前黄老师啊，啊，这个老师啊，姓黄，以前国中的老师啊，他是国中的老师，啊、黄春兰老师啊，黄春兰老师，哎、啊，头家嘛是老师啊，他的先生也是老师，因头家是国考的老师，他的先生是国小的老师啊，就谢明哲老师啊，是谢明哲老师，哦，啊，以前国中的老师啊，他是国中的老师，哎、啊，头家是国小的老师、啊，他的先生是国小的老师，但是呢。伊这头家说着忧郁症啊，这个他的先生啊得到了忧郁症，不着躁郁症，而且还得到了躁郁症两种症啊，他有两种症状。哦，伊讲哦，那着迄个躁郁症发作的时候呢，啊，他说他得到这个躁郁症在发作的时候，过去西装干啊，他会穿西装啊，这个规眠拢无困啊，整个晚上都不睡觉。用总统要来跟我讲，要来见我啊，他说这个总统要来见我，哦、我足伟大，我非常的伟大。我像会飞天的正地啊，我可以飞天转地的。哦，这个病发作的时期呢，我足搞的啊，他这个啊病发作的时候就啊非常的伟大。忧郁症发作的时候呢，啊这个忧郁症啊这个发啊这个发作的时候，变小当地了啊，非常的羞耻啊，不敢见人。有当时啊发作躁郁症，啊有时候发作这个躁郁症，当时。发作忧郁症，啊，有时候就发作这个，啊，所以我到去学校驾车，啊，就没有办法到学校去教书，一直医啊，啊，就到处来医治，哦，一个礼拜单，啊，医治了八年，拢没好，啊，就最后治，到最后，你上去草屯呢，疗养院这个就袂当出来了，啊，最后就要送到这个草屯的这个疗养院，进去就可以出来了，哦，还做欢乐，啊，他就非常的，你讲你背单啊。他说他八年都不笑、啊、他没有笑过，已经不知道笑生做什么滋味都未记啊！他已经忘记了笑生。自从因头家叫这个忧郁症啊，还未当做老师啊！啊，自从他的先生得到忧郁症，不能够当老师。哦，安尼装来装去，啊，他就到处来，他到处来奔走，没有办法医治。八年无笑啊！啊，他已经八年没有笑了。哦，那结果，这个结果还没上去。草屯疗养院啊，就要把他送到草屯的疗养院。哎，伊一个亲戚对美国打电话转来，啊，他有一个亲戚从美国打电话回来，讲，啊，就告诉他，听到这个消息，啊，听到这个消息，紧嘞，啊，就赶快，你紧带恁后边，你赶快带你先生，带去真耶稣教会，啊，带到真耶稣教会，就该带啊，啊，他就带到教会来，他刚想做，感谢主，哎，无几讲话，无半单啊，
这个不到半年的时间，伊个头家完全好个。啊，他的先生啊，就都继续去做老师。啊，他继续到学校教书。哦，哦，安尼足快乐个。啊，他心里很快乐。哎，你讲哦，伊那个安怎会快乐起来？你知道吗？啊，他说他为什么会快乐起来？这个黄老师伊讲安怎？他黄老师他怎么说呢？伊讲哦，我哦，阮头家这个抑郁症这病哦，我唔是一粒石头呢，安尼。啊，说我这个先生的抑郁症哦，心里不单是一个石头而已。哦，我。心内是几啊十粒的石头呢？啊，在我心里是好几个啊，几十个石头。所以八年拢未晓得笑啊，所以他八年都没有笑过。结果来教会，啊，结果来到教会，伊讲来教会参加聚会，他说来到教会来参加聚会啊，聚会一拜啊，聚会一次，哎，一石块石头落一粒的，啊，他心里的石头就掉了一粒。啊，别过来聚会！啊，现在是又来聚会。哎，石头搁落一粒哩！啊，这个石头又掉了一颗。哦，啊，特别来聚会，一边落一粒，一边落一粒。啊，每次来聚会就一次就掉了一颗石头。哇、哦，一心挂石头，那别过来哈。到最后，他的心灵上的石头都掉光了。哦，哎、啊，就是主要说讲老虎担担担。啊，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老虎啊担重。主要说个担哎。啊，耶稣帮他担。你心挂了石头，带掉那个贴掉。啊，把你心灵上的石头压住，把它拿掉。哦，所以也贴不行。啊，他的体会就是这样。哦，阿姨讲，阿姨头家怎样讲嘞？啊，他的先生是怎样说呢？我这个忧郁症跟躁郁症，躁郁症。哦，我的忧郁症和躁郁症。来到我想让你半当来对我好嘅。啊，来到教会，为什么在半年内我就啊得医治了？有两个原因。啊，这个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教会内底啊，这个、圣经啊，神的话啊。啊，教会里面啊，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诗篇一百十。高批一百控制站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五节，要讲神的话，就是咱脚前的灯啊。啊，在那里有讲到说神的话就是路上的灯、就是、上的啊，就是我们路上的光。转来教会啊，啊，所以来到教会听神的话啊，可以听神的话。神的话哦，好咱要行的路有光啊。啊，神的话让我们啊，咱未烦恼有光哦，我们不会烦恼哦，所以哦。这头一项啊，这个是头一项。第二项啊，第二点，兄弟姊妹爱心啊，就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哦，以前来教会啊，哎，从我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对足好的啊。他一来到教会，这个彰化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对他非常的好。哦，该动作跟你一家人同款啊，就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一家人一样。哦，伊讲迄爱心嘛、啊，让伊伫这个，伊让伊无惊吓。啊，他说啊，他们的爱心使他心里不惧怕，所以也忧郁症、躁郁症都安尼好起来啊。所以因为他的忧郁症和躁郁症，就因为这样子就啊得医治了。我们圣经有讲啊，在圣经上有说到哦，爱心可以当造就人啊，这个爱心可以造就人哦。爱有钱呢啊，他就是这样。所以讲耶稣啊，啊，伊哦嘛是要担咱这个心灵的这忧伤啊。啊，所以耶稣他也是要担当我们心理上的忧伤哦，我们的心灵啊，可以平安啊，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到平安。耶稣一个借着圣灵啊，耶稣他又借着圣灵，我们要让心灵快乐，要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快乐。那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那《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要说来讲，《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他这样说，《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章三十七节，这几个话语。就是从大字记，耶稣听着大声讲：“人若嘴大，会当到我这来啉，信我的人，就亲像经常所讲，水也要从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十九节，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信你的人要受圣灵讲的。那时候还无受着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未得着荣耀。耶稣讲：“嘴大的人会当来。”啊，就是说人格的人可以来，不是咱这个真正这个嘴大的啊，不是我们口里的可可啊。耶稣讲是咱的心灵脆干。啊，耶稣所说的是我们心灵上的合作。咱的心灵有当时啊，足忧伤诶。啊，我们心灵上有时候非常的忧伤。不快乐。啊，不会快乐。心灵未快乐，那就是脆干。啊，心灵不会快乐，就是可口。哦，啊，主要说你脆干来当来找耶稣。啊，就是说你可口的话，可以到来找耶稣。耶稣讲信你啦。啊，就是说啊，信他的人，那对那锅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啊，要从他的啊锅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啊，主要说讲这就是要受圣灵哦。啊，耶稣说这个就是受圣灵来讲的。所以讲，咱就得到圣灵的啦。所以我们得到圣灵的人，我们拢第一下咁样足快乐的。我们第一点
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我像麻醉突然一清出来啊，好像活水的泉水一样啊，就是涌出来。所以咱们这世间呐，啊，所以来到世上，咱最要紧奉的是要耶稣的快乐。啊，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有耶稣的快乐。那我们世间才有意思啊，这样我们活在世上才有意思。我最近啊，我最近，那个啊，最近呢，我哪里啊？啊，到这个关子岭哦，啊，我家婿的阿嬷，我这个女婿的这个祖母哦，啊，九十几岁啊，他已经九十几岁了，啊，拢叫阮，嗯，同个伫遐泡茶啦，伫遐烘肉，我们和他一起在那边泡茶烤肉。哎，这个应该是九十几岁啊，他啊应该是92岁哦，哎，真快乐，真健康啊，他非常的快乐，很健康哦。所以讲，咱来当活到九十外岁哦，啊，我们如果可以活到九十几岁，买快乐、健康叫艺术啊，也要快乐。啊，你那边快乐，我较侪岁嘛，好啊。啊，你如果心里不快乐的话，活在再多多的年纪都不啊没有用。阿姨吼，九十外岁都只快乐，都只健康啊。他九十几岁了，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健康。伊60岁左右的时候呢，啊，他在60岁左右的时候。伊捌拄到一件大代志哦，啊，他遇到一个重，就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伊一个囝死去，他有一个儿子死了，伊的大汉囝，啊，他的大儿子，哦，伊的大汉囝死的时阵啊，在他大儿子离世的时候，伊初60岁的时阵，在他60岁的时候，接到电话，他接到电话，讲哦，你的大汉囝哦特别死啊，啊，说你的大儿子他将要死了，你赶紧来个新增，啊，你赶快过来啊，他在新庄。哦，听到的时候呢，啊，在他听到的时候，迄阵啊，一听就人讲，听袂了啊。啊，他听到之后就瘫下来了。啊，嗯，都得碰面啊。啊，就躺在这个沙发上。啊，底下哭啊。啊，在那边哭泣。你要死呢，还袂死呢？啊，只说啊，这个快要死，还没有死啊。伊都已经听袂了，都得哀啊。啊，他已经瘫下来了，在那边啊，在哭号。哎，头家啊。啊，他的先生，无较紧去，无较紧去新庄嘛，袂使。啊，就赶快要赶快到新庄去。哦，啊，结果啊，然后接着就出门。啊，结果他的先生就要出去。你看到这个太太哦，坐底下在哭啊。你看到这个太太躺在那边哭泣。哦，啊，所以啊，伊就赶紧加电话。啊，就赶快打电话。很惊死。啊，就给这个女婿。我看见两个人，你等于管他呢。啊，就赶快啊，你回到这个官职里。哦，你娘哦，即马。啊，那伤心啊，底下哭到底下。啊，你的岳母她非常的伤心啊，躺在那边哭泣。等一个安慰啊！你赶快回去。啊，我今天来今天来新庄啊！我要赶快赶到新庄去。到新庄的时候呢？啊，他到新庄的时候，我呢，伊爹已经死去了。啊，原来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哇，这个要运回来吼。啊，这个要运送回来。伊这个爸爸啊，足烦恼。啊，这个爸爸非常的烦恼。啊，是讲阮太太。啊，想说我这个太太，刚才听到爹在那边死，啊，都倒底下哭，啊，就听到儿子快要死，就躺在那边哭了。啊，这个尸体来个温，等下我太太唔知站得调未？啊，这个把尸体运回家的话，我这个太太不晓得有没有办法忍受，所以真烦恼。啊，所以她非常的烦恼。这个翁婿啥物人呢？啊，她的丈夫是谁呢？就是朱元道长老的哥哥，就是朱荣道长老的哥哥。啊，这个。伊惊死来时阵，啊，结果他女婿来的时候，突然用刀底下哀啊，啊，看到他的这个岳母啊，他在那边啊，在那边哭，亲戚朋友啊，信主的人啊，就还有信主的人来关心啊，都来关心他。我讲求基督啊，就啊，邀他一起祷告，那来基督呢，我们来祷告，基督一遍啊，祷告了一次，赶快底下，刀底下两两刀割啊，就伤心呢，啊，一样是瘫啊，瘫在那边啊，非常伤心。你叫什么？各祈祷一遍。啊，这个女性就说：“我们再祷告一次。”我就叫信教来各祈祷一遍。啊，这个信徒大家一起来祷告一次。祈祷了。啊，祷告之后，我是感觉到底哀啊。啊，一样还是躺在那边。就痛苦啊！啊，心里非常的痛苦。你叫什么？来祈祷第三遍。啊，这个女性就说：“啊，我们再来祷告第三次。”认真祈祷。我们啊，迫切认真的祷告。迫切跟祈祷较久嘞。我们祷告久一点。迫切祈祷久了哦，所以大家就迫切啊，祷告久一点哦。这个妈妈哦，
得到圣灵充满。啊，这个妈妈就得到圣灵的充满。主耶稣圣灵的充满。啊，主耶稣的圣灵充满他身上。哦，力量起来。啊，他就有力量啊，就站起来。圣灵充满。啊，因为他被圣灵充满。祈祷了。啊，祷告之后。都一笑了。啊，他就笑出来了。啊。本来听着病都要死去啊，我呢，恁哥哥在哭啊。啊，本来这听到这儿子要死了，就怎么他妈的在那边哭了。一边一边听到圣灵充满了，会笑了。啊，一次一次的祷告，圣灵充满之后，他就会笑了。哎，这个人家头家啊，啊，他的先生，哦，哎，囡仔死得稳当来算啦。你烦恼讲因某吼，再看一栋婚礼。啊，这个先生把尸体运回来的时候，他烦恼说：“这个太太看了之后，不晓得会不会晕倒。”想未到因某会惊出来迎接啊！啊，想不到他的太太还可以走出来迎接。啊，佫无咧哭啊！啊，他没有再哭了，无咧伤心啊！啊，他没有伤心的。哦，爱在无闲嘛！啊，他就啊问说：“为什么？”哦，我就他我几多打败了咧，圣灵一个充满吼，啊，就是。神的灵哦，都是这活出一种啊！啊，就是因为刚才啊祷告三次啊，圣灵充满啊，这个灵就是神的活水泉，所以很被足修心的啊，所以就让他不会伤心，不会快乐呢啊，他就会快乐起来。你把死掉，让你痛苦啊！啊，使得儿子这么痛苦，伊哪能继续痛苦嘞？啊，如果他继续在痛苦，继续忧伤嘞？啊，如果继续在忧伤下去，我怀疑，也没死啊。啊，他很快就会没命。因为这忧伤的灵会骨力孤单的啊，因为忧伤的灵会使骨头孤干。无他，我起码八十，我起码九十二岁啊，个呢，好，这健康这快乐。啊，没办法，活到现在已经92岁了，这么健康，这么快乐。那是因为耶稣的灵哦，来安慰啊，会快乐。啊，这个是因为耶稣的灵来安慰他，使他心灵快乐。所以，在三十几年来，啊，所以在这个三十几年来，就是耶稣让伊心灵啊，未忧伤啊，就是耶稣让他的心灵不会忧伤，会安慰啊，神会安慰他，会快乐啊，他会快乐。所以这三十几年来，伊过得好怎么，拢真快乐啊。所以这三十几年来，我感觉到他都过得非常快乐哦。所以讲哦，这个心灵的忧伤啊，啊，所以心灵上的忧伤哦，主耶稣嘛，要医治啊。耶稣他也要医治，让心内平安，让我们心里可以平安。哦，第三种，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啊，第三点，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平安，就是灵魂永远的平安啊，就是灵魂可以永远的平安。因为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有讲，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那边有说，咱人啊，拢一摆死，我们人都有一次的死，死了都有审判啊，死后还有审判。哦，这就讲咱人。有一日啦，这条灵魂拢会离开啊！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人有一天，我们的灵魂会离开。啊，你够有审判，而且还有审判。啊，有审判就讲，会当得救的来天国，啊，未当得救的去阴间去啊！啊，这个审判就是说，可以得救的到天国啊，没有办法得救的就到阴间。所以虽然说讲地间的火莲花啊，所以耶稣说啊，地狱的火是不熄灭，还是未熄的，啊，这个火是不死的。所以一个人的灵魂啊，对阴间地间去啊。啊，所以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到阴间地狱的话，哎，这条灵魂就无平安啊！啊，他的灵魂就没有办法平安了，并且是冤冤枉枉无平安，而且是永远的没有平安。所以这个灵魂的平安更加重要。啊，所以这个灵魂的平安更重要。啊，主耶稣讲，啊，主耶稣他说，我给你准备天国哦，我已经给你们准备天国了。在咱的天父处内啊，啊，是在天父的家里，有准备真济，好咱住的所在。啊，有准备很多让我们住的地方。哦，啊，我准备了，我准备好了。哦，将来会带你来家。我将来会带你们到这里。啊，我伫家，你嘛要伫家。我在这里，你们也要在这里。哦，主要说就是为着咱的灵魂准备了这个天国啊。啊，耶稣他就为了我们的灵魂来准备了天国。哦。啊，所以讲咱耶稣要咱的平安。啊，所以耶稣他要给我们的平安，就是咱这条灵魂的天国永远的平安。啊，就是我们的灵魂可以在天国可以永远的平安。啊，阮太太吼，生三个囡仔时阵。啊，在我太太生三个儿子的时候，啊，我太太跟他讲，啊，这个太太就告诉我，哦，咱来找咱的媒人啊，介绍人啊，我们就来找我们的这个啊婚姻介绍人，啊，到底伊是三多教会牧师吗？哦，就是三多教会的啊，我公民丢了伊那姐，伊那爸，我公民丢了爸，吴公民长老的。国父了，
拢讲好啊。就说好。啊，啊，所以我就甲阮太太带着三个囡仔，就去找阮的妹人啊。我就和我太太啊，还有三个儿子啊，三个小孩，带啊去找这个婚姻介绍人。哦。啊，去的时阵啊。啊，去的时候。哦，我这个。这个吴执事哈，因太太，这个吴执事娘，啊，就跟阮太太在开讲，啊，就和我太太在那边聊天，哦，阿姨就讲，哦，老太太，哦，你生三个啦，啊，他是说，哇，你已经生了三个小孩了，我、哦、一个人带三个，我那真无闲哦，啊，一个人要带三个是很忙碌的，哦，啊，伫遐讲的时阵，啊，在聊天的时候，啊，我听伊甲阮太太讲安怎，我听到他啊，跟我太太讲什么呢？主要说数吗？主耶稣他是给我六个，哎，主要说数万两个囡啊，啊，主耶稣他是给我六个小孩，哦，我就知讲哦，伊就生六个啦，哦，我就知道他已经生了六个，啊吼，主耶稣把我带两个回去啊，啊，主耶稣已经啊就带两个回去了，哦，我就知啊，哦，有两个囡啊死去哦，啊，我就知道说有两个小孩已经死了，哦，啊留把我留四个啦，啊，就留下了四个，哦。哎，就不过啊，他又说，啊，人主耶稣哦，把我的囡仔带回去哦，主耶稣带我的小孩回去了。人主耶稣有给他安慰呢，哎，主耶稣他有安慰我。哦，我就做弟弟呢，哦，就很稀奇。主耶稣给带两个囡仔回去，两个死去啊，啊，主耶稣是安怎给安慰？啊，主耶稣带了两个回去，就是两个死了。啊，那主耶稣怎样安慰他？我做弟弟呢，我觉得很稀奇。我说，这属于。啊，这个执事娘，主耶稣安怎给你安慰？啊，主耶稣他怎样来安慰你？就讲，啊，他就说了，讲哦，我结婚了。啊，他说我结婚之后，生头一个，哦，头生了头一胎，在嘉义的梅山，啊，就在嘉义的梅山，哦，生了啊，啊，生下来之后，这个囡仔哦病啊，啊，这个小孩就生病了，那就饲不活啊，啊，就好像是啊这个养不活的，哎，赶紧赶紧赶紧，啊，这个他的。先生就赶说赶快赶快，他叫你看你叫船都来，啊就赶快叫船道过来，因那个特别生嘞，啊就赶快来特别洗礼，因为咱信耶稣的人拢知影，啊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耶稣有讲，啊耶稣他有说过，那无生嘞，如果不受洗礼，那无点头生，如果没有重生，未当进天国啊，啊是不能够进天国的，哦，所以哦他叫你叫船都来个生嘞。点头声啊，所以赶快来叫传道来帮他施礼，让他重生哦。啊，灵魂的，让救灵魂救天国啊，可以救他的灵魂到天国。哦，所以第七天的时阵啊，所以在第七天的时候，叫传道赶紧来点个声嘞，啊，就叫传道啊，赶快把他施洗。哎，隔两天啊，就隔一天，真正一变死去啊，真的他的小孩就死了。这多安好声啊，这个是他的大儿子。哦，哎呀，这技术牛工哦。这个惊死去嘛，很伤心嘛。啊，这个知识有时候这个小孩啊，是很伤心。这个代志啊，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哦，啊，结果啊，过来生一个查某囝。啊，再来他又生了一个女儿。哦，生一个查某囝，我都正常啊，健康啊。啊，这个生的这个女儿就很正常。啊，这个教会灵恩会就把他生了呀。啊，这个教会的灵恩会就把他生起了。哦，生到一担啊。啊，养了一年之后。哎，可能未死啊。啊，可能不会死啊。啊，想未到我当初当伴娘够巧的。啊，没有想到说一年半的时候，这小孩又死了。啊，但是那种一百一秒生的呀。啊，但是那个时候小孩已经受洗了。哎，我就伤心了。啊，但是他心里还是伤心。哎，我来不了这个代志。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哦，啊，以后能够生四个。啊，这个之后就生了，又生了四个。他们多大了？啊，他们都长大了。平安多大？啊，他们很平安的长大。哦。啊，但是哦。一心不想那些啊，但是他的心里常常这样想。哎呀，我老生啊，刚我怎么变啊？说我的大儿子和大女儿，一个八日就死啊，一个当官死去，一个是八天就死了，一个是一年半就死了。起码这两，这两个人晚上都啊，这两个他现在不晓得在哪里。安怎啊？他现在不晓得怎样。哦，伊嘛受伤啊。他还会失恋。虽然以后这四个拢健康拢大汉，啊，虽然后面有四个健康长大了，哦，但是伊还蛮失恋，真的。啊，但是当然是很失恋这个两个。啊，我有一日啦，伫梅山教会聚会啊。啊，在有一天在梅山教会聚会。拜六下晡聚会啊。啊，安息日下午聚会。哦，我做迄个朱元道长咧讲到啦。啊，刚好是朱荣道把这个长老在讲到。哦啊，
主会讲到说啊，在啊这个聚会讲到完之后，唱诗说啊，这个唱诗之后，啊跪咧祈祷，啊就跪下来祷告。跪咧时阵啊，在跪下来的时候，啊主要说放异象给他看，啊主耶稣就这个放这个异象给他看。今天会怎样？你看异象哦，一个电梯啊，在这个会场里面，那个异象里面有一个电梯，是圆啊，这个是圆的。刚才你看的视感无同款啊，跟我一般是啊是四方形的不一样。啊，圆电梯打开啊，这个圆形的电梯啊，这个门打开。因为他没有法子呀。啊，他想说啊是要让我们这边这边，啊就把它进去做了。这个关门的关耶，啊他进去之后，这个门就关了。迅速出电了。啊，这个很快的就升上去了。天亮了又怕鬼，上去之后这个门又打开，又出来，啊，他又出来，哇，唱诗班啊，看到很多啊，就看到唱诗班，唱诗歌啊，在那边唱诗，真奇怪啊，他觉得很奇怪，每一个人拢白冠啊，每一个人都一样高，每一个人拢白大粗啊，每一个人都一样的这个身材，这可能天国的诗班有呢，这个是天国的诗班才有这样的哦，哪呢啊，怎么会这样？就喜欢做啊，在那边唱诗歌很做大一点啊，他心里很高兴哇！忽然间啊，这个忽然间，我觉得披萨拿过来啊，有一位天使他走过来，在开吗？啊，就问他，你们来找人票？你要来找人吗？一咱乱讲公共事啊！啊，他不知自己是假说啊，是的，披萨的电梯啊，天使就这些诗班来再调两个出来啊，从诗班里面就叫两个出来。哎啊、这两个就出来了。好几个是查甫啊！啊，第一个是男生。哇，你要看啊，他看到。你要背景子喽？啊，他还虽然大了，啊，他还要认得，虽然是长大了。就是一出世八年这个好生啊，就是他出生八天的儿子。七日生嘞，啊，七日啊就受洗了。八年就离世了啊，第八天就离世了。嗯，是这个好生啊，这个儿子。啊，后边行嘞，啊，后面又走过来，就是。当官离世的查某囝啊，就是他一年半离世的这个女儿。哦，原来是神的国里面啊，原来他在神的国里面。伊安尼唱诗而老神啊，在那边唱诗赞美神。哦，伊安尼看到家安稳啊，他看到之后就非常安慰，非常高兴。教会主会在那讲，怎么样？啊，这个教会。彼得说啊，啊，就祷告之后就铃声就响了。哦，伊的灵魂就到了你看彼得啊，他的灵魂就回到那个祷告的地方。所以讲哦。嗯，主耶稣给他传两个囡仔回去哦，他就说啊，这个主耶稣带两个小孩回去。那主耶稣怎么安慰？啊，主耶稣他有安慰我。哦，那所以哦，那主耶稣也跟你讲啊，所以主耶稣他告诉我们哦，你可能准备哦，这是天国啊，他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天国哦，所以讲哦，啊，咱的灵魂哦。将来一旦堕进到神的国里面，我们的灵魂将来可以回到神的国里面。保罗讲，跟耶稣同在是好的无比。啊，保罗说和耶稣同在是好的。主耶稣有四圣灵，让咱做眷顾啊。主耶稣他有四圣灵，让我们当凭据的。哦，所以讲这圣灵是咱们得天国这个基业的凭据哦。啊，这个圣灵是我们要进天国啊基业的凭据。所以咱拢常听到这圣经啊。好，常常啊听到这样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圣灵是咱们天国的凭据。啊，圣灵是我们要进天国的凭据。哦，啊，这圣灵真重要呢。啊，这个圣灵很重要。我听杰传道在讲这样意思哦。哦，听到一个传道他在说很有意思的。你讲我今天阿伯啊，他说有个啊，目睭不好。啊，这个他眼睛不好。哦，这阿伯啊，哦，啊目睭不好。啊，这个伯啊眼睛不好。哦，啊看到外口的囡仔。伊阿咧欢喜快乐啊！啊，看外面的这个小孩在那欢喜快乐。哦，伊就去啊！啊，他就过去。哎，小朋友啊，你是咧欢喜啥物啊？啊，就说啊，这个小朋友在高兴什么？伊讲我咧放风吹啦。啊，说我们在放风筝。哦，风吹都水耶哦。啊，这个风筝非常的漂亮。还飞哦。啊，在那边来飞啊。哦。啊，伊伊阿咧看那足欢喜。啊，他们看得非常的高兴。哦，阿伯哦，因为目睭无好。这个伯伯他眼睛不好，看无风吹啊，他眼睛看不到这个风筝。哦，风吹就水耶嘛，看无啊。这个风筝很漂亮，但是他看不到。哦，伊目睭无好啊，因为他眼睛不好。哦，有对，我啷无看？他就说啊，这个风筝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啊，无看啊，小朋友讲，啊，无你无看，我这个风吹吼，这条线咧绕啦。啊，这个小朋友就说啊，你既然看不到的话，我就把风筝的线啊，你看来拉。哦，所以这个风吹线变溜啊。啊，这个风筝线啊，这个伯伯就来拉。你溜到这个风吹线的时候，啊，他拉到风筝线的时候，哦，伊知影风吹
伊顶悬咧飞，啊，他就知道这风筝也在天上。风筝虽然无看，啊，他虽然看不到，哦，但是扭着这个线，但是他拉到线了，哦，伊才有风吹，啊，他就知道。伊嘛相信讲，迄风吹一定足水，啊，他也相信这个风筝一定是很漂亮的，哦，虽然你无看哦，啊，虽然他看不到，但是又扭着一条线啊，啊，但是因为他有拉到线了，哦，咱今仔日哦，对神啊，对天讲啊。我们今天对神、对天国，那无看，我们看不到。有些人有看哦，啊，有的人看过了。哦，我有拄着几个信家有看哦。我碰到几个信徒，他都看过了。哦，去看天国哦。啊，他有看过天国。但是吼，主要说都无开，都那，哦，不会让人大家拢看。但是主要说他不会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啊，所以咱有人无看，啊，所以有的人就没有。无看有天国，啊，没有看过天国。保罗讲好滴无比哦。保罗他说是好的。为人去天国来讲，哦，迄天国会唱歌哦。啊，有的人到了天国是他看到天国唱歌。天国迄楼梯是金嘛哦。啊，这个天国楼梯是金子的。啊，你行一步有唱歌哦。啊，你走一步他就会唱歌。哦，啊，这天国很华美的。啊，这个天国是非常的漂亮的。那恁黄东文传道一个个。哦，对，黄东文传道的哥哥。哦。因东门传道因哥哥咧做医生啊，啊，黄东武传道的哥哥他是当医生的。主耶稣好去看天国，啊，主耶稣让他看天国。主耶稣让他看什么？主耶稣是怎样让他看？主耶稣个题材讲，啊，主耶稣告诉天使说，这个题材，啊，这个天使、啊，你个矮这个矮这个矮这个兄弟，啊，你把这个啊背着这个黄弟兄，哦，啊看天国，啊来看天国。所以这个因东门传道因哥哥去看天国吼，是题材阿姨。哎，就伊安尼飞咧看天国咯。啊，这个黄宗文的哥哥，他看天国是这个天使对着他来飞在天上看天国。哦。啊，所以啊，虽然他无看，啊，虽然我没有看到，但是哦，主要说有赐圣灵。但是主耶稣他有赐圣灵给我们。这个圣灵是对神遐来的。啊，这个圣灵是从神那里来的。哦。所以这个圣灵就是天国的蝙蝠。啊，所以这个圣灵就是天国的圣灵。所以不能得到圣灵的人，啊，所以得到圣灵的人。但是也无看到天国。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天国，但是啊，咱就像扭着这个风吹的线。啊，但是我们就好像这个拉到这个风筝的线一样。但是也无看到风吹。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风筝，但是咱扭着这条线，咱知有风吹。啊，所以啊，因为我们拉到这条线，我们就知道。那么相信这个风吹加速。我们也相信这个风筝很漂亮。所以咱得到圣灵。啊，所以有得到圣灵。咱虽然无看到天国，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天国，咱也相信有天国。我们也相信有天国。咱也相信讲，天国是好的无比。我们也相信这个天国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主要说明我们的这个灵魂的平安啊。啊，所以耶稣他有给我们灵魂的平安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哦。所以我们主要说啊，啊，伊啊，这伊要赐我们的平安。愿主耶稣要将他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来修饰我们每一个家庭啊，可以赏赐给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在世间，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心态方面，我们的身体方面，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将来这条灵魂啊，将来我们的灵魂哦，拢会做平安做快乐啊，都可以有非常的平安和快乐哦。那这样，请诗班的献诗，我们现在请诗班来献诗。
Oh,
请坐。我们在打仗之前，那是你的见解。我们在思想上面，陈大人怎么办？咱来思想，对呀，他就做讲的道理。最舒服是的平安。这说你所属的平安，第一个是身体的平安。啊，第二个就是身体的平安，第二个是心灵的平安。啊，第二个就是心灵的平安，第三个灵魂永远的平安。啊，第三个就是灵魂永远的平安。我们要得到这个这么好的平安，啊，那这种健康的平安，我们还是用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啊，我嘛是讲来要要不记十二章十一节。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哎，啊，要不记十二章十一节。你要认识神，平啊，旧的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所以说你要认识神。啊，你在讲你爱认识神。那个神是谁呢？啊，这个神是什么呀？就是主耶稣。啊，也就是主耶稣。也就是说，你认识耶稣。啊，就是讲你认识耶稣。你要所得到的平安。啊，你所得到的平安。刚才人们呢，现在好多好多的见证。啊，对呀，啊，这个人们都有讲这个见证。身体的平安。对，身体的平安。哦，那个心灵的平安。啊，那这个心灵的平安。灵魂永远的平安。那个灵魂永远的平安。那这么多多的平安，是因为。认识耶稣啊，有这么多的平安，就是因为你认识了耶稣。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平安？啊，那这样那走这样走了真正。我来讲一个见证啊，我来讲一个见证。然后我们再来祷告。啊，来，咱接下来祈祷。啊，长老在泰国的时候，啊，听了我去泰国的时候，我做宣道工作。啊、我嘛在做宣道的工作。逐家布道。啊，就是给自己来布道。我们进到外教的会堂来做。讲道啊，有当时也留意这个外教会这个会堂。泰国的有个地方叫做阿佑阿妈妈的地方。啊，这个泰国的所在有一个所在叫阿佑阿妈妈的所在。阿佑阿妈妈的地方，地方名字在哪里？啊，这阿佑阿妈妈啊。他们这个地方呢，是啊，这个一般的其他教派都不敢进去。啊，这个教会呢，不管教派都不敢进。为什么？啊，为什么呢？这个村庄很多鬼。因为这个传真来被我们家的鬼，哎呀，魔鬼很多。哦，这来被这个鬼家。那魔鬼有时候跟他们这个村庄的人去给你工作。啊，这个魔鬼哦，有当时带这个传真的人哦，给这个厂做。他们说，哎，这个魔鬼很烦。啊，有讲法，这个魔鬼实在是家伙。我之前的传道陈文发传道，大家认识。啊，这个当班发传道那三个都很大班。他就说，哎，传道这边呢很多鬼。哎，搞错，魔鬼很多，这么这样子鬼呢？所以鬼看到我们鬼就跑掉啊，因为鬼哦，你看到不管不管的时候就造成啊，魔鬼看哇，连个传道人来啊，这个魔鬼看到哦，人看到来啊，一边是奉耶稣的名帮你赶走啊，因为你能跑掉，所以呢，来光拖走。对，他们最怕耶稣的名字啊，所以讲因吼上惊这耶稣的名啊，所以我在独家布道当中啊，所以讲我伫这一间家就叫阿佑阿南门这个村子。啊，来到这个阿六阿妈那，就产生了。啊，这个妇女就在凉亭坐在那。啊，就这个啊，这个葫芦哈，啊，就坐在这凉亭啊。那我们那个福音组啊，我们在一不久能坐的车子。啊，我这个福音组，我坐这个高档座的这个车。我们就进去了。啊，我就安尼入去了。啊，现在我们说他们就散开。啊，你看你不掉，就安尼分开。那好，我们的。一个叛逆的姐妹啊，杨香兰姐妹啊，那个姐妹那个姐妹啊，是牛姐妹。看看那个阿卡族啊，头上很多那个啊英国的银币啊，很漂亮。啊，你看这边那个阿卡族啊，这个头这面上，这英国这个钱，那面上搞的，我觉得都是很漂亮。啊，那个假水，我可以摸一摸吗？啊，你讲啊，我在那里讲话吗？我的妇女说好啊。啊，这个葫芦就讲啊，你好啊。你说我们的叛逆杨姐妹。啊，那这个环境哦，这牛筋味就来了，我放下。摸完之后，啊，就摸了了。因为这个太太就，这样吐。啊，这走廊哦，就安尼吐出来啊。他吐里面东西吐出来啊。啊，一吐的时候，本来还吐吼。但是我的直觉就是魔鬼在工作。啊，我的感觉就讲，因为你来对我不会理啊。所以那村落们就说了。啊，这东西成真的难做。你给我买个鸡蛋啊，煮鸡蛋给他吃，他就会好。啊，我买买一个鸡蛋来给煮鸡蛋回家就对了。对呀，两姐妹就对说，传道他们是要买鸡蛋哦，给他吃他就会好。
啊，你讲啊，那个，伊讲讲啊，这个经常会吃安尼会好咯。我没有看到，这是魔鬼的工作。哦，这个是魔鬼的工作。我带着责备的话，啊，我就来接别人。这是魔鬼的工作。我这个是魔鬼的工作。你买鸡蛋也是太贵了。啊，你买鸡蛋来好吃，你嘛袂好。他不信耶稣。啊，伊若无来信耶稣，他就不会好，伊就袂好啊。他不祷告，伊若无来祈祷，也不会好。啊，伊嘛袂好啊。我原来是这样子。啊，原来是安尼哦。后来我就这个按阿卡的。这个必须要跟他们讲啊！我后来就是把这个当第二个阿卡那个讲起来，叫这个富人说两度无去啊！把这个找人工，你爱工作来祈祷，你祷告，你的病就会好。你来工祈祷，你的病就好。因为明明是魔鬼的工作啊！因为那个是魔鬼的工作啊！是，我们要共念哈利路亚啊！你就爱讲来两个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赞美主耶稣，不好意思啊，对，拍死！哎，好多富人他都他。他就也不跟着念了。啊，这个家姐找人哦，因为我做一堆的念啊。其实魔鬼本来就跟风不一样。啊，其实就是这魔鬼哦，改去取了他最他的。我就瞪着那个妇人。啊，我怎么把这个音乐？你要念哈利路亚。我第二天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赞美主耶稣。他说我是用我们中文教他这样念。啊，我是用咱啊这中文还。你就不懂念中文就对了。哎，你怎么对咱来念中文？虽然你听不懂。啊，虽然听无，你是阿卡主啊，你是阿卡阿卡主，没有关系呀。啊，我就跟我念就对了。啊，你跟我念就对了。我们再帮你跟他讲。啊，我就叫这帮你安尼改讲。讲了好几次。啊，他讲几遍了。后来这个太太就说：“你还小，现在。”啊，后来这个太太说：“啊哈，你都还小。”对对，我就说就是这样念。啊，我这边都多爱啊，那个声音放大一点。啊，你改这声音好不好？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喊大声嘞，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孩子，一声起来，越大越大。啊，以前的，越来越大声。因为我们在做宣道工作的时候，啊，因为我在做这个宣道的工作，是不是要唱诗？啊，大家来唱诗。但是魔鬼就怕唱诗啊。啊，这个魔鬼吼，伊上惊这个唱诗啊。那我们就要唱的。啊，我们要唱的。耶稣加勒美，耶稣加勒美，耶稣加勒美，每首歌都是阿卡。哦，啊，这边我是阿卡。不是亚索改美啊。哦，用亚索改美。耶稣同在啦。耶稣得胜啊！啊，这耶稣得胜，靠耶稣的名来得胜啊！那是奉耶稣的名来得胜。我们八个同桌就开始唱啊，我背大家做一起。因为他们阿卡的听得懂这种话，阿姨阿阿卡主啊，就听我这边跟着我们唱，开始到对我们这样他变大声的，啊，就唱还大声嘞。后来我说这样不能看我，我就改变太太高声，更好啊！我把这块盯着他眼睛，就说一种蓝色的眼睛，这样这样一片子出来。哎，那个就拿起来，那个，就是我们在工作。哦，哎，这边的，这边不会疼。那我就跟张工说，你要当心。我就在这当心，我等下来当心。因为啊，奉主的圣名赶走了。那在奉主要说圣名来，但啊，说杀杀的。所以我就大声喊。我就大声喊。奉主的圣名赶走了。啊，奉主要说名来，跟我杀的。我的眼睛就稍微那个亮光就稍微减减一点。啊，所以讲，你的太太的目睭，那个根毛就慢慢亮。练三次，啊，我练了三遍，他那眼睛就变正常了。啊，你那目睭哦，变做正正常了。那我们就来祷告。啊，我就来做来。你哈利路亚赞美，就哈利路亚赞美。啊，你那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里面是哈利路亚赞美。哦，哎，对，哎，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很奇妙。啊，这个加奇妙。那个会吐的那个就没有了。啊，那个会吐，那个会晕倒，那个。因为那个是因为是撒旦。啊，那个是那撒旦的工作啊。只要。赞美主耶稣啊！你啊，当然爱来赞美主耶稣，就是要祷告啊，来用主耶稣来祈祷。结果他就很安静下啊，所以安尼你就讲安静了，跟正常人一样啊，就讲正常的人同款。你说你的家在哪里？啊，我讲啊，你住到你各位是在底下啊，我到这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去你家？我们可不可以到你家？啊，我得到你领导哦。我说好啊，哎，讲好啊，我们就下去到他家。啊，我们比较有人出来，比较等下带祈祷，我再上来。啊，我哥对的。哇，原来这个妇人是什么呢？啊，我来这个妇人当下面呢？是行邪术。啊，你是行邪术的。村那个村庄的村长。啊，你是这个村庄来变。就利用他来赚钱。啊，就利用伊这个来赚钱。他买鸡蛋买多少？啊，哎，买鸡蛋买偌济？一千块。啊，买一千块，吓死人。哦，就啊，明明就是敛财一样。啊，这都是你讲，这个贪财的。所以我们用奉耶稣基督的名赶走。啊，我就按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撒旦。他本来必
是，安尼你就得到了医治，看到得到好多好多耶稣赐的平安。啊，所以有家庭最好说说属于平安。这这个还有安那买这个富人也得了平安。啊，所以讲这真正的这个福音堂，你就得到平安。后来我在这里也成立了教。啊，后来你这个所在嘛，成立了。所以我信这样祷告。啊，所以讲咱今仔要来。重点在哪里呢？啊，这个重点在倒啊。那个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啊，第一点你要念佛，最好说圣名啊，第二句话。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把声音念出啊！你把这个声改大声改嗲出来，心中啊，这个心中跟主耶稣求啊！你把主耶稣来，耶稣你是常是平安的神啊！主耶稣你是修筑平安的神，让我的身体千万个也能够得平安啊！我的身体健康也让自己平安，心里不平安，那我的身体也能够心里平安啊！啊，我心里不平安，我也让这圣灵来平安。有圣灵，我就可以静听我的平。啊！我老信人了，我用今天讲的。你心中要有情绪。啊，那心中都很爱惜。对，圣灵充满在你身上。啊，我信人来充满在你心腹。还没有圣灵的。啊，要不信人。我说你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们。我这是第一次第一回来到教会这个朋友。你跟我们一起来什么呢？啊，你就到教会来到头前来。我相信你就像个富人一样。我相信我是个很好的。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一无所求。念哈利路亚。啊，你在念哈利路亚。主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啊，最好说把先锋兵掉这个鬼给挂上。进入耶稣给他的平安。啊，进入他最好说好耶平安。我们现在讲，好像今晚准备来祈祷。耶稣的平安赏赐给我们。啊，我最好说平安让修复我了。一起，啊，跪下。啊，你作为主来祈祷。